现在要到第五阶段，看一下季彦成所说哈。如果照杨飞刚刚想法来讲的话，第二行只有两种可能性，就是前面三个被除掉，就跟后面一个。但是这一行的已经被去掉了，所以这一行是已经录完了。那现在一可以在这三个之内，因为如果放在这个的话，可能就没有跟上面那个连到，所以这个是确定是。然后第四行也是只有两种可能性，是一种是这样子，一种是这样。可是如果它在这一行上面的话，这个就不可能连成三。所以这一三个可以确定是这三个。然后因为这里二要连下面一个，所以已经确定三会有一个包来这里。然后因为又要连到四，所以会在这一个。然后这里有三，所以确定是这三。然后因为好说。失败。失败。来。